曾明忠老师上台勉励毕业生。各位毕业生、各位家长还有师长，大家好。那我其实是脑心所最年轻的老师啊，不过我在他们年纪里面是最大的。那今年其实我没有毕业生坐在这边，所以我很希望明年我自己的学生，就是第一届的学生，可以就是坐在这边，然后可以跟他们拨水这样。那其实我只有一点要勉励各位毕业生，就是说，不管你在什么地方，就是说你要在哪个地方，你就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。不管你之后是要在职场，还是说你要继续做研究，都不要忘记，就是说当初你为什么要选择这条路。那既然你已经选择了，你就要就是说扮演你应该有的样子这样。那我相信大家如果能够有这个想法，应该之后在人生各方面都可以有很好的成就这样。谢谢。学生献花致意。请李汪作老师上台勉励毕业生。我明天我预期到哈，不过我觉得很高兴今天有那个有很多学生要毕业哈，那我包我一个学生疫情哈。我看到疫情在那个我实验室工作的时候做实验室很快乐哈，我觉得一个人无论是最后是要选择研究或选择职场，其实抱持一个快乐心情很重要哈。所以我希望今天的每一个同学毕业完以后能够抱有这个快乐心情，从事你未来从事你任何一个工作或是研究。谢谢大家。学生献花致意。接下来请毕业生依序上台拨穗，然后欢迎毕业生的亲朋好友、实验室的同学还有学弟妹于拨穗后上台致意、献花及拍照。首先请王怡婷学姐上台，请潘建元老师替怡婷学姐拨穗。请亲友上台合照。谢谢，请由右侧下台。请陈景瑜学姐上台，请曾明忠老师替景瑜学姐拨穗。
师留步。请老师赐赠花束给同学。请亲友上台合照。请林义景学姐上台，请李汪作老师替义景学姐拨穗。请老师赐赠花束给毕业生。请亲友上台合照。请由右侧下台，请黄世全学姐上台，请黄宪松老师替世全学姐拨穗。请老师赐赠花束给毕业生。请亲友上台合照。请实验室同学及学弟妹上台合照。
怡同学，请林佳怡学姐上台，请黄宪松老师替佳怡学姐给水。请老师赐赠花束给毕业生。请亲友上台合照。请实验室同学、学弟妹上台合照。请由右侧下台，请谢佩芬学姐上台，请黄宪松老师替佩芬学姐拨穗。请老师赐赠花束给毕业生。请亲友上台合照。请实验室同学、学弟妹上台合照。
谢谢，请由右侧下台。请郑雅云学姐上台，请王培玉老师替雅云学姐拨穗。请老师赠花给毕业生。请亲友上台合照。请实验室同学、学弟妹上台合照。谢谢，请由右侧下台。请薛戴恩学姐上台，请王培玉老师替戴恩学姐拨穗。请老师赠花给毕业生。请亲友上台合照。请实验室同学、学弟妹上台合照。
谢谢，请由右侧下台。请洪浩植学长上台，请王培玉老师替浩植学长拨穗。赠花给毕业生，请实验室同学、学弟妹上台合照。下台，请陈怡君学姐上台，请曾明宗老师替怡君学姐拨穗。请老师赠花给毕业生。请亲友上台合照。请实验室同学、学弟妹上台合照。谢谢，请由右侧下台。请留步，请涂玉珍学长上台，请曾明宗老师替玉珍学长拨穗。请老师师资证花束给毕业生。请亲友上台合照。Thank you.
请实验室同学、学弟妹上台合照。谢谢，请牛肉客下台。谢谢大家，欢迎至场外享用茶水及点心。结束了。那是已成。